近日，刘嘉玲出席香港癌症基金会慈善舞会，事业极尽性感，酥胸半露的刘嘉玲成为全场的焦点。她表示，刚与老公梁朝伟去东非旅行返港，还说自己会计划到不曾到访的地方环游世界，如去看北极光，到巴西观看四年一次的世界杯等等。问到老公梁朝伟可喜欢看球赛，她则指老公喜欢窝在家里看。嘉玲姐早前曾在微博上上传一张素颜照，引来网民关注。她笑言对自己充满信心，很多时间不化妆，不用大惊小怪。提到将会参演大型舞台剧《杜老治》，与影帝梁家辉及谢君豪合演，她表示非常期待，也具有挑战性，但还没有收到完整的剧本，一切尚待落实。